各位富足台中的家人，大家晚上好。好。哇，我们来了四五百人，对不对？好，你们今天来就赚到了。我从高雄来，对不对？其实蛮近的，哦，因为高铁一坐，竟然四五十分钟就到了。真的好。那刚才主持人有讲到一个重点，是不是大家想到没在成功？就是说我没时间，是想到这个问题。那刚才他有讲到，我早上有工作，晚上又要开店，然后呢，又要经营美乐家。我推荐今天有来，他那时候推荐我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卖脑啊，不要闹了，早上要工作，晚上要开店，然后再叫我做美乐家，不是等同叫我去死吗？蜡头不是两头烧，变三头烧。”但是他很有智慧，告诉我，美乐家可以赚到时间。我那么忙是为什么？是为赚钱嘛，是不是？所以美乐家他不只可以赚钱，还可以赚到时间。所以今天你是新的朋友也好，你是老朋友也好，见我这一趟从高雄来台中，就是要让大家一定要收获，而且要收获满满回去。好，我喜欢这一个主题。虽然现在经营美乐家是最好的时间，但是我喜欢在美乐家创业，而且会结果是什么？对，我们要重点是后面那一个，要一辈子不缺钱，去哪里都可以创业。但是有告诉你可以创业成功后不缺钱的吗？创业又要风险嘛。好，那我们一一的来让大家懂什么是美乐家。我来美乐家也第14年了，好快哦。当初我跟那个寄霜一样来美乐家寄霜嘛，起哦，你看哦，你看我故意念错，大家是印象更深刻。好，齐爽。我当列车长的时候，他就有推荐，又复制总监完成目标，所以我就知道有这个名字，印象深刻。好，我刚开始是新人嘛。好，这十四年后，这十四年间发生什么事情？这张照片我蛮喜欢的，就是中间是多一个小朋友。其实他就是名副其实的美乐家宝宝。什么意思？其实我们一开始，我跟我太太是打算不生小孩的。为什么？因为扣得要不起，自己赶扣还要生一个小孩子来赶扣嘛，要学费，要什么？当妈妈的都知道，是不是要买衣服、买鞋子，还要生活费，要带他出去玩，好多好多的钱，对不对？美乐家给我的，他就是除了赚到时间之外，推荐还赚到一个小朋友，这个还不神奇。很多经营美乐家的动机是什么？我想要有时间陪伴小孩，可能吗？可以，那你都不用工作吗？所以 是被动收入很重要。所以美乐家的收入让我可以成功之后有了小孩，他花钱来的。因为老婆年纪越大就生不出来，所以去做什么？试管婴儿，没错，花了好多钱了，谁出？美乐家，你用在照顾小孩，钱谁出？美乐家又给我什么时间？从太太怀孕开始，所以她零岁之前的怀孕期，到她上国小一年级之前，我做到完全陪伴她的成长，没有一分钟漏失，因为我们自己顾嘛。所以我就发现陪伴小孩、照顾小孩比做美乐家还累。所以我决定好好再拼美乐家的下一波，好不好？那也很感谢美乐家，真的让我的人生更完整、更富足。所以我们要选对平台很重要。好，那我简单的说我的一些经历。我在外商公司是一个很讨厌的公司，叫嫌恶公司，叫烟草公司。但是它的回购率一样很高哦，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福利很好，回购率很重要，做生意一定要看回购率嘛。好，那我做着做着不小心就做十年了，就在外商公司十几年，然后接下来就是加盟饮料店嘛，就想说我要为自己工作，我不想要一辈子上班工作，我知道上班不会变有钱人，你有听过上班变有钱人吗？不可能，所以就创业。然后创业的时候又遇到美乐家，然后开始经营，就开始自身执行的路上。好，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美乐家值得经营。在这个之前呢，今天要送给大家四个重点，就是今天你有来听到，未来你就不会有损失了。哪四个？
如果当有一个事业或有一个机会要找你，你朋友可能跟你谈机会、谈事业，要符合以下这四点，大家记得：第一个，要没有风险。哦，大家认识美乐家有没有风险？没有。第二个，要确定能赚得到。第三个，要赚得大、赚得多。如果赚几百块、几千块，不用来美乐家，太忙了，打工就有了嘛。第四个，要可以领很久。这四个我们今天来探讨，为什么美乐家符合我们兼职之外可以过不一样的人生，是因为美乐家符合了他是创业的。好，那我们来看哦，这是我那时候的收入，哇，也不错。好，刚才主持人有讲哦，一直在归零的人生。我相信大家如果在上班工作就有这种感觉，这家公司换到下一家好像要从零开始。你之前十年的经历那是过去式嘛，可怕的是你经历越多代表什么？年纪越大哦，没有人越做越年轻的。好，那又到经销商一样归零，然后又同时这个时间就是刚才讲的，同时又工作又创业又做美乐家，有没有好奇我怎么做的？哪有时间做？有时间在哪里？你要不要吃饭？早餐、午餐、晚餐嘛，不要自己吃，就约朋友来吃嘛。那上班有没有六日休假？那休假的时候就可以讲美乐家嘛。那有没有饮料店生意不好的时候的淡季，或者是吃饭之后忙完的离峰时期？在讲着讲着，突然发现好像时间还很多哦，不是没时间哦。那你们要想看看你们自己，当你说你没时间的时候，你24小时花在哪里，对不对？不要一直睡觉，有一天我们会一睡就不醒了，会睡很久，所以不要把时间都拿去睡觉了。好，今天来谈这个，让大家懂什么叫做暂时收入跟持续收入，你就可以引发很多朋友了。为什么？一样都要做，有没有？当你停止工作后还有收入吗？我刚才是有上班族归零，开店归零，当业务没做没有归零。我有一个医生朋友，他很羡慕我的生活，他现在在看医生，泌尿科。他说他好像在工厂做件，就是看一个挂号，一号、二号、三号嘛。他从早看到晚，他可以休息吗？没有人可以替代他，我就说我帮你看了，他说你没执照，所以我不行。他小孩帮他看了也不行，那他当医生才可以。所以他说，未来有一天这个诊所要休息的，所以就没收入是确定的。好，什么时候会没收入？除了没工作之外，什么时候？最近之前是有3年的疫情，你周遭有朋友失业的吗？那你还不跟他讲美乐家，对不对？你做害人家，对不对？你要当人家贵人。有没有年纪越来越大被 fire 的？有没有像我一样努力认真做得很好，但是公司倒了，不是倒了，他就移到香港，就等于是台湾地区他不做了，对不对？那还有什么情况会没有收入？健康状况啊，你太拼了，肝指数，卖肝指数卖到肝都不见了，对不对？还有什么情况？太多了，所以种种情况会让我们的收入停止，所以这是商机哦。你自己会停止，那你朋友也会有相同的风险，对不对？那你懂美乐家吗？美乐家有什么收入？确定有吗？有。有。你如果确定有，你就敢讲；如果你还在怀疑的，那你一定不敢讲，讲得很小声。好，为什么会有持续收入？就是因为刚才我听到产品分享，我听到美乐家故事，我就知道美乐家绝对是一家绝对长长久久的公司，会活得比我们还久的公司，因为他做的叫日常用品。为什么会有持续收入？跟产品很重要哦。如果我们做的是健康床，对不对？买一次，下次要坏掉，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回购率嘛，对不对？或者什么，我还听过什么健康鞋子，穿了之后不会走的都起来走了，哦，对不对？很都要讲疗效啊，很厉害啊，不可能，对不对？他不会继续买的。
不会继续买，怎么会有持续收入？所以接下来这一段话就是我们在每家创业要去做的事情。你有没有做对？就看这句话。一群老顾客主动向同一公司每个月循环消费大于等于的消费通路财。这一句话是不是有很多颜色？我们来学这些颜色，把它解决掉，你美乐家就成功了。怎么那边一群？有方法的，不用担心。我也是从总监开始做。老顾客呢，刚才分享的以后都变老顾客，所以变老顾客跟试用会员差别在哪里？他有没有喜欢上美乐家产品？变成产品在他家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什么叫不可缺少？如果你们家没有洗衣机、沐浴乳，会不会恐慌？会啊。对，免洗裤、免洗衫嘛，不要睡觉了吗？就这么简单的东西都不可以没有了，所以他在哪里买而已嘛。他如果觉得美乐家东西好用，而且又健康、又环保、又省钱呢，又浓缩，我当然会变老顾客啊。那怎么会主动跟公司买？当你是爱用的老顾客，都发生同样一件事情。奇怪，这个月都买完了，但是我们家怎么还缺这么多东西？我到底是要买在哪一个月？怎么观世界没了，对不对？像小朋友益生菌没了，那怎么办？就会变永恒卡会员，这都是指标哦。当你顾客越多，永恒卡会员代表你做对了，你留住很多老顾客。如果他还在35点，要欠的欠的，多买一点好像就被公司赔那种感觉，被。那代表他还没是真正的美乐家会员哦。好，那美乐家有持续收入，我们就值得来做。那持续收入一定会有原因的，哦，你们要把这个做对就好了。好，那35点呢？常常听到说，尤其我初期在推荐美乐家啊，您公司哈，很过分，强迫我每个月都要去买35点，有没有这种人？好多哦，那也恭喜你们。如果没有，那早就是别人的会员了。不信问你们，你们有35点问题吗？没有啊，对，你们都被牵走了，而且都是老顾客了。所以当有的话，要恭喜你们，你就学好怎么去解决35点。他不是别人的会员，你解决就变你的啦。啊，要几个？等一下会讲到，要有不一样的人生，其实没有那么难。那回到我们谈收入好，因为我们一辈子都是为了在赚钱过生活。为什么要赚钱？过生活 啊，所以我们只能当机器人嘛。这辈子投胎当人，就是来一直工作，一直工作，为了什么？为了生活啊。然后呢，又一直赚钱，为了生活。但是你有发现，为了赚钱的生活，我们花多少小时在工作？好，那每一个人这张图都可以自己回去画哦。每家值得做要画出来，有时候一看就知道哦。我从20几岁工作，我们也不想工作到死嘛，对不对？至少60岁可以退休，也蛮合理的。好，那来每家一样要做哇，对不对？每家收入就这个颜色，然后暂时收入就这样，那我就比较之后就知道了，一样要做，要做这一块啊。有没有简单？你可以自己画，你比例上可以自己看得清楚，那你才会很认真去做啊。我说过，如果我们只要赚几千块、几百块，不用买来美乐家，我们要赚几万、几十万，未来收入。好，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后面这个箭头？未来的科技，或许我们都会到200岁，对不对？希望科技更发达，为什么？活越久，领越多，对不对？如果你没有钱。你也想活越久吗？好可怕，啊，对不对？好，所以要规划，哦。那这一样，这张图在谈到不可累积这件事情是很可怕的。我们的生命有限，真的，我们努力去拼了，一直在归零的时候，其实你为何而战不知道。但是如果你找到一个可以不归零的，要跟我一样，半暝也嘛甲拼。家庭聚会晚上10点半开始，有没有人参加？要不要参加？要的是不是都变爱用顾客？愿意参加的经营者是不是就是告诉你我要拼了？是不是很好检视？就这样啊，开到12点又不回家，为什么不回家？等你休，你知道吗？然后明天要上班，要怎么办？上班做该做的就好了。你认真一点，
你有听过一件事吗？我们是乡下都会有农地有田，以前耕作是用牛，牛认真做了一辈子，有没有那一块地是他的，登记在牛的名下，怪怪的，有没有？所以我们是不是那个牛？你这怎么做公司是别人的啊？所以工作认真做，好像对，好像不对。你要做该做的事情，因为老板给我们薪水嘛。好，但是不需要卖命，好不好？来，这几个象限一定要懂。不管你现在在哪里，但是你要懂，我们美乐家是一个系统化的收入。如果懂这个，你就知道说，原来要当富人不简单啊！你看趴数，只有 10% 的人会当富人，有 90% 的人再怎么忙都变穷人。我就是标准例子。上班认真工作 60%， 从业务小业务做到主管，好，就工作就赚钱嘛。如果老板不给我钱，我还会去吗？对不对？正常。如果还有说要去的，那就要看医生了。那我就为了钱工作，表明的，你最好给我升薪水就好了，对不对？好，那之后呢，我就想说，我们要看很多的书，认知就说啊，人生如果要翻身，就要干嘛？创业。所以我就去开了一家饮料店。当时的我是要求乐观，为什么这样讲？我都能替老板赚那么多钱，我自己开饮料店，我会更拼啊，我一定会赚更多钱啊。所以有很天真的认真，我真的呢，我还一直在那边算，我算得跟真的一样，一个月收入10-20万没有问题，就做知道做下去才知道什么事，你知道吗？风险，你很认真，产品很好，哦，然后还有什么，价格又很合理又很便宜，都很好，但是为什么可以生意不好？那隔壁的那一家又比你好啊，那怎么办？不能怎么办呢？啊，不止一家了，隔壁有2家、3家、4家、5家，也越来越好。这叫风险。你再怎么认真，有人又比你认真，你就被淘汰了。哇，天哪，那好可怕哦！创业就是风险。好，所以不要当穷人好吗？一辈子就是要提水，没有提水就没有水喝。哦，好。所以来这边我们都懂。但是我们做不到，用钱赚钱，我买 A 啊，整个台中高铁站附近房子全部买下来租给人家，怎样？对，讲很好听啊，哦，我有钱买吗？所以这个都讲给有钱人听的，对不对？太难了，要被动收入太难了，而且买下来我们还要贷款，我们缴得起吗？这都很多的问号。所以要变有钱人，真的是这辈子要翻身太难了，不可能。尤其像我们这个小人物，就是上班，家庭没背景，对不对？好，遇到美乐家，真的是不可思议。真的，再次帮我感谢我推荐了一下，为什么？掌声，为什么？他讲了好多次，我都说不要，妹，你卖来，阿龙直销有什么好讲的？他就是又买了一次饮料，又来了一次，一次一次的又来。又在有一次的寒冷的冬天，他又来了，对不对？冬天他说有没有空？左右张望一下，那么难听，要跟他说没空吗？就坐下来听美乐家，听完就只身直行，听懂会3天睡不着，真的会睡不着。睡不着的原因是什么？我也没有再多的钱可以投资，那美乐家零投资，我也不能承担任何风险的。哎，他没有风险。那我看我推荐人的生活，礼拜三可以带小朋友去救国团，哇，我们连生小孩都不敢想，他生了小孩可以陪小孩去救国团学才艺，这不是我要的生活吗？那我相信他一定没有认真，早上工作晚上要开店，他还在救国团让我认真，但是他一定有原因嘛，平台出问题。所以那时候我真的还有认真评估过美乐家，然后评估美乐家，评估什么？他值不值得做？公司有留住顾客系统。刚有就是他的老顾客嘛。那这个月是公司又送什么？
你们都没有去买哈，对不对？还是家里赠品太多了？啊，没了，哦，快没了。他想尽办法留住顾客，什么怎么留住顾客？除了送东西之外，还有什么？让我们介绍进来消费者有90天的满意保证，这是真的不可思议啊！然后哪一家东西人家拿回去，精油滴一滴，他都说的，那不好，还可以退钱，对不对？还有什么？进来又给你赠品，让你的朋友来美乐家消费，家庭的一些清洁用品、保健食品省下3000多块，那有持续在买，又有回馈金，对不对？还有什么？还有今天要来谈的，如果用得很好，还可以来这边增加一份收入。好，他是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把顾客留下来，留住很多很多顾客，我们就可以很多很多的钱，就这么简单。做生意就做这个嘛。没有老顾客，留住顾客，一直找新顾客，你不可能会很有钱的。来，第二个，那 CDM 直购系统又更重要了，因为我在传统工作做很多啊，没有我们去送货，对不对？那怎么会有交易？怎么有钱？但是美乐家所有的消费者有需要你去送货吗？有需要吗？有没有人去推荐他家买日常用品的？对不对？做起来怪怪的，他已经做到别家了。所以顾客一定是来美乐家消费或者网购就送到家里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哦。有人经营美乐家怕什么？传统工作做太多，我现在这么忙，当初我有想过这个问题，我都觉得志明老师顾客那么多，他应该送到爆掉了，是因为我在美乐家超市隔壁，说我自己去买，真的那时候我想过。因为我告诉你，传统的工作做久了，就印象就是以我的认知为认知，我就做生意就是要买卖啊，就是要价差啊，就是要送货啊，要不然你要赚什么？我哪有做过广告商？我哪有做过什么连结？没有，我一定是从买卖当中去赚取的该有的利润哦。所以 CDM 的顾客直购系统，让我们可以陪伴小孩啊，懂吗？好，第三个，倍增顾客又太重要了。如果我的饮料店我一天摇1000杯，有没有厉害？可能4只手都不够用，对不对？那又如何？你知道全台湾卖咖啡卖最好的是哪一家吗？星巴克。错，对， 7-Eleven 卖得比星巴克好。你们会很惊讶， 7-Eleven 不是便利商店吗？它有6000呢。你知道我在做我们的行业的时候，7-Eleven 第2000家，我还跟高清院去拍照，然后去剪彩。但是我是坐在后面那个，我们老板有去。那时候2000家，现在6000家，他每天卖10杯，让你来摇，你可能摇到手断掉。他只卖10杯吗？不止。那我们算得出来他几杯吗？吓死人，对不对？他说倍增的概念。对不对？如果再好喝的咖啡，一间店不可能卖一天10000000杯，那也摇不出来。所以倍增可以让我们的顾客可以一传十，十传百，更多。好，第四个，我们在富足太幸福了。预拆系统，传统的工作，像我们的饮料店就好了。我今天让大家来看懂美乐家嘛。你创了业之后，最辛苦也最难处理就是人事的问题。我那时候请了8个员工，好，8个很多吗？8×2，4个嘛，早晚班嘛，还要减，还要 part time 的哈、哦，所以那8个有4个是正职，4个是 part time。交会了，好不容易来3个月会了，他只要讲2个字我就懂，眼睛睁得很大，老板。我说我知道，你要做到一个月还是要个月，怎么办？就要请新的，谁教？对啊，自己教啊。你又不放心让别人去教，因为一代会不如一代哦。真的，我就教他这样，他做出来怎么那样？我看我员工摇一杯绿茶，摇了3分钟，我说我胡子都长出来，你的绿茶怎么还没出来？好，他思考要怎么摇。我说照这种速度，我可能会想要收掉。人要育成容不容易？不容易。但我们在富足呢，我就是标准
富足系统长大的小孩。我来到美乐家，当初哦，我有上平凡企业家，哦，这一套系统可以真的育成一个资深执行企业哦。我那时候说好，我要上，我就初一十五上，第一堂课去上，最后一堂课了，好好好，赶快去上。所以我有始有终，中间都没有。所以一开始我不晓得在上什么，就知道美乐家，反正其实美乐家讲一讲，真的有很简单的，不就推荐消费者嘛，留住顾客嘛，然后找人家一起来赚钱嘛，啊不，各位知道，好像听起来就这么简单，但是代志不是公人说学人家简单，对不对？他一定有一个方法要育成，要让一个人从消费者到资深总监到执行总监，我们付诸系统都整理好了。尤其魏老师最近是又开了一个课程，什么课程 ？EMBA 有没有报名？你们赚到了，为什么？老师亲自讲，对不对？而且我们在高雄，老师要从台中跑到高雄，所以好处是什么？有没有人嫌说啊，我们家离上课地点很远？有老师远吗？没有台中的，除了推荐人从台中去上课之外，没有人从台中报高雄场的吧？所以你怎么跑都比老师还近，所以老师都愿意这样跑，他希望什么？我们都是他的种子教官，真的不骗你。未来的十年后就知道，哦，十年前我有上过一堂什么课，你把它吸收了，未来这很重要哦。你有听过，机车行的老板有的很厉害哦，你的机车骑，让他停着，说老板我车子坏了，不用讲，火星塞发不动或什么链子坏掉，对不对？哇，怎么那么厉害？因为他听声音就知道车子哪里坏了。所以你如果你们做美乐家，就是我看就知道你卡在哪里了。真的，魏老师，请问那个是神拜嘛？你还没讲，他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那这就是你在美乐家的功夫了，不是吗？所以大家好好去上。所以美乐家有这四个成功的系统，值得我们来合作。那你问你自己现在的，你如果创业，你在公司有这些系统吗？或者是你现在的公司在工作的，那就不用讲，即使有，那也是别人的公司，对不对？好，那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留住顾客系统，他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真的不容易啊。当初志明老师跟我讲 95% 回购率的时候，我内心就说又多了一家诈骗集团，太可怕了，哪有人 95% 回购的？但现在有吗？96%、欸，我都怀疑我出去讲会不会被认定是诈骗集团。为什么？因为他综合了六个行业，就是为了解决这35点问题。其实这35点问题很妙，我刚进来的时候产品好像200多样，现在300多样，快400样，对不对？现在几点？还是35点。所以不是35点问题，是顾客跟我们经营者的问题，我们怎么让朋友把35点所解决？好，刚才谈到西电顾客系统，现在没有人在传真下单的嘛，对不对？要改一下时代，刚才都讲了，都在变了，对不对？没有飞鸽传书传给美乐家，鸽子再飞回来，没有这件事情了。现在都网络下单或电话订单，甚至就是现场去买，是很方便的。好，那倍增呢？大家最喜欢的？要几倍，对不对？如果你推荐30顾客，要几倍？哦，那我们有一个空间跟传直销真的不太一样哦。传直销它有可能是走双轨制，告诉你无限带，但是你就看得到吃不到。但是美乐家很简单，我都把这个讲成电影院的空间就好了，就很像电影院，这个有人在演电影，对不对？第一排坐5个，后面就。第二排是每一排后面就是5倍，再多5个，5×25=125，哦，6×5加起来有9万多个位置，哇！你懂美乐家的话，你就知道，宽五升七就做不完了。你有想过每个月10万块，你会不会改善你的家庭生活？一定会哦，因为我们都是小人物，真的，大多数都会，除了你是需要每个月很高的收入之外。哎，那育才系统呢？刚才已经谈完了，从总监到企业
那一本叫做《平凡企业家》就可以解决一切，你只要相信。没有叫没有很难。我这当中有去接触到保险业，你知道保险业要增员或者是要去经营多难，你知道吗？那个要可以去推荐，我们只要总监带看完就可以去推荐，对不对？有没有没看完就偷偷推荐？有，卖给我便宜，我也是。好，要是看完那个总监带的东西就可以推荐。啊，保险业要去真的去推荐赚到钱，要做什么事？他考证照，对不对？那个是不是都在跳？以那个年纪，看到那个就爱困啊，对不对？不容易啊，真的。那美而家相对真的简单多了。好，一到两年的时间可以达成一件事情，叫人人可为。以前我不敢讲，来美而家越久越看越多，越觉得是真的，不是假的。当初我还不敢讲，我跟我朋友说，来经营美而家赚钱还不敢讲，每个月10万，人人可为。今天来好好认识一下，如果你还觉得他不是人人可为，代表你在学美而家还是有空间可以让你学的哦。本店一辈子推荐30个顾客会不会难？一个月一个，30个月就30个。哦，我的推荐人的推荐人叫宪章老师，他说的更夸张，一年一个，30年也30个，是你要不要的问题，没有做不到的。所以先定位，如果美而家公司留住爱用老顾客30个没问题，那恭喜你，美而家已经成功一半了。从这30个里面找到想增加收入的朋友不难，为什么？景气越不好，遇到疫情，遇到状况，我们就可以跟朋友讲，你都在美而家当会员了，你有一个会员权益没有去行使。什么行使？就是你有经营的权利，你可以跟我们一样拥有持续性的收入，不用自己讲，或有你的团队、你的推荐人，他会帮你 ABC， 或者今天就带来啊，没有带来我就帮你讲完了，他还不做，等一下算一算，他回去会睡不着的，真的。来，5到6个经营者，他们要做什么事？一样推荐顾客，一样留住顾客30个，有没有问题？有做就没有问题，除非他不做。那他也有朋友30个可以来做倍增嘛？这30个里面有没有想增加收入的？8020法则告诉我们，至少会有5到6个会来经营。好，就这样。来，我们来看为什么人人可为。这个要从后面看回来哦。每个月10万，代表要一个家庭200块，代表500个老顾客。500个简单吗？不简单，真的。你有通讯录里面500个朋友吗？即使有，他们也不肯每个都加入，对不对？那有500个可以推荐成功的，我建议他可以选立委或者是民意代表，他人脉好广啊，他就不是小人物了哦，对不对？10万块对他来说太少了。500个顾客既然很难，那我们就一起来做嘛。美而家制度是团队合作而来的哦，绝对是传大的哦，不是自己做大的哦。你自己推荐500个，恭喜你，你还是总监2而已。因为老板告诉我们要干嘛，助人达成目标啊。你要帮助5个朋友来美而家是有增加到收入，是总监以上的。所以老顾客如果每个负责25个顾客，我觉得美而家真的太可爱了。25个顾客到最后你都不用服务，为什么？你想一下，自己还没加入美而家之前，你们用哪一家的牙膏沐浴乳？讲2间来听听，有没有用黑人的高露洁的？有没有用蓬蓬的？有哈、哦，他们公司有派人去服务过你吗？有没有啊？没有，为什么没有了你还会继续买？习惯了，需要啊，对不对？啊，电视广告啊，看起来用起来很好、啊，你就去买了，所以根本不需要服务。老顾客我们还会服务耶，服务多久？千万不要服务一辈子，不然美而家就要做错了哦。我们是要来干嘛？要有持续收入，非凡人生的，非凡自由的。服务4到6个月就好了，他还服务不起来，轻轻放下。美而家这么好的产品，可能缘分还没到。好，那我们来谈重点。500个顾客是从分店变大的，所以魏老师现在谈走第一路，为什么？
每一个总监，譬如说每一个经营者，你有底下20个经营者，就是你自己是本店，你朋友是分店，朋友的朋友都是分店，你只要架构好，有20个分店，代表你距离资深总监已经很近了，因为每一个人的25个老顾客是累积而达到的。好，接下来往下看哦。我第一年拼资深一年多的时候就上资深总监，好开心哦，因为这样收入可以让我很安心的过我的生活。但是可怕价值的东西就出现了哦。这张图看的举例叫执行总监，收入变20几万了，顾客变多了，哦，就看看我的老顾客要变多吗？真的不用，是因为你的分店数变多了，懂吗？所以你只要会开分店的，就要学好了，自己会开本店之外，赶快学会谈论述美乐家，谈美乐家到底为什么值得经营，你就可以帮伙伴开很多很多的分店。所以高收入不是来自于你一定要很大很多的人脉，是因为你有很多的分店。那分店怎么来？分店就从你朋友衍生出去，就可以无限多个。不像不信的话，你问志明老师，他就来饮料店喝了一杯饮料，其实他花很多钱，他有活动的时候就50杯，3000块就说随便你摇，我过来签掉，对不对？我说好，对不对？他都花这些钱的，礼尚往来一下。其实我加入那时候哦，没有加入那时候，我告诉你，偷偷告诉你，加入那一刹那，我也跟他讲过。6个月哦，6个月我就要退了，我已经准备好退出的时间了。但是真的要有智慧，从入会到6个月有多少天？有180天，你要去跟进，他才会6个月后不退。要不然我就跟他讲，6个月后我就退了，休息嘛，有时间嘛，要旁听啊，旁他求生啊，对不对？6个月就好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打算真的要退了。我跟我太太就说：“啊，那个又来喝饮料了。”啊，我今天不小心加入了。啊，我太太就说：“啊，你要做？没有，我跟他说6个月我就要去退了。哦，还好，你那么忙，还要工作，还要开店，你干嘛去做那个哦？我们每一家等于那个，好可怕。”我就说：“哦，绝对不可能去做的。”哦，我太太很放心，对不对？结果。半夜还在开家庭聚会，为什么？因为我们懂美乐家的啦。你曾经有想过要退休吗？在座的朋友，有想过？你知道我最近做 ABC， 大多数的人都是不敢想，想到又睡不着了，因为不能退休啊。不信的话，我这边以我之前的例子来做例子好不好？哦，上一页，退休后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吃便当叫吃饭，没有人退休不吃饭的嘛。退休可以不看电影了，不去国外玩了，不去做消费性的，但是可以不吃便当吗？不行，就是吃饭。好，好，不吃便当了，要吃什么？麦当劳嘛。我来的时候，我太太跟我说要改数字，我就不要改好了，因为你知道这个数字，那个数字是在10年前，我现在什么都贵，茶叶蛋一颗多少钱？18、18、13是之前的，现在涨了。我那时候35岁，规划50岁退休，我还有15年的努力。这一张这个数字是在我35岁做的，我就计划努力工作，50岁退休，那我需要吃30年的便当。那你们这个可以拍，等一下你们回去自己算一下，你有没有准备好要退休的钱？一餐100块合理吗？不够了哈！10几年前我说，还可以。为什么？鸡腿饭65，对不对？其我高雄他秀啊，我们要在乡下，有没有？太贵的我们就不要去买，抵制它。但是现在鸡腿饭也它要100块了，太可怕了！不能喝咖啡，不能喝50兰的，好不好？我们也算100就好，就很可怕。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要一餐多少自己加，好不好？真的不够啊！跟我小朋友随便点都超过。好，那2个人是因为如果你有另一半，记得2×2，要当有人性的人，好不好？不要自己退休了推老婆去工作，自己退休了把你先生推去，你继续做，我要退休了，不行，要夫妻同心，退休要一起退休，对不对？好，1年有365天，在座有没有手机？
现在可以拿出来，这个一定要按一下，你自己按才有感觉，你只这样子听一听你就忘记了，然后你自己按你自己的数字，如果你一餐是要200的，你就600，要150的就450，好不好？好，就拿出来，拿出来按，拿出来按。365天是一年嘛，那我们退休要吃30年，我就算到80岁就好了，男生平均到82岁左右了。好，你就发现为什么算到80就好了，因为有一个很惨的事情，就是人在的时候都没钱了，算得出来多少钱？657万。在座大家，你现金口袋现在有657万，举手，我不来借，好吧？有吗？三餐啊，一餐100，早哦，好不好？两个人，两个人，对对对，好，657万，这个数字要记得哦。啊，你有存657万的吗？那就不要跟人家说你想退休哦，连吃饭便当钱都没有。你准备好了吗？没有怎么办？听说没人家钱很多。好。那时候呢，我还是精算了一下，如果上班工作不管怎么样，我要每个月存20000，那到底要存多久啊？657万每个月存20000，哎，现在可以一个月存20000的人厉不厉害？超级厉害了，对，不够20000的人还很多，还存20000。好，所以32.8，这什么意思？328个月啊，再除以12，哇！我发现乖乖的存还不算通货膨胀哦，而且一餐只能吃100哦，好不好？哎，我以前怎么那么天真啊？真的，茶叶蛋都是8块了，100块到底要吃什么？好，那时候的我如果35岁加27年，我就知道一个数字嘛，我们要清楚，退休延后，不要那么天真。50岁一般人是不能退休的，好不好？62才能退休，那时候这样算。就发现如果现在再算呢，再延后，所以我们要长命百岁，好可怕、啊、那刚刚有说如果那个一餐要200的，你可能要要、哦、不用退啊，不用退，就注定一辈子继续做到死为止、哦、好，假设你已经把钱都存好600多万呢，恭喜你，你们不要存够就很开心哦。看到上面，看到没有？尤其你们女孩子那么多，看一下，这件衣服要穿到80岁不准再买了。买衣服要不要钱？鞋子不能破哦，破要补哦。不能再买鞋子，活着有什么意义，对不对？不能有房贷房租，不能开车哦，骑脚踏车哦。因为家有要有钱都没有算进去哦，哦，不能用水，不能用电，不能瓦斯，因为你们都外面吃哦，这些要水费、电费、瓦斯费、地是不能看电视哦，网路费都要切掉哦，因为你准备好600多万只足够干嘛？吃便当，而且何况你们都还没准备好，算完你不会怕吗？那要怎么办呢、啊？按你的朋友怎么办？不是我们不够，我朋友也不够啊。你要不要约他来美乐家？如果你有每个月10万，够吗？会不会算？刚才那一张你们有拍的吗？一个月10万，一年有多少钱？120万。假设35岁做航班做白，50岁才上资深，有没有很慢？Frank应该会表扬我。努力了15年，终于攻上资深，一年就120万，30年有3000多万，是不是解决吃的问题？啊，刚才那个可以买鞋子了，可以买衣服，可以出去玩，可以瓦斯费，生活就不一样了嘛。那你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你有美乐家。好，最后我用我最近朋友跟我讲的一个故事做结尾，这是真正人的故事，才有温度嘛。我有一个同学，在我14年前跟他推荐美乐家的时候，他说不要，我支持你是口头支持，他不加入，加油，俊宏加油，他就去做了室内设计，往那个方向走。
终于他也当室内设计师了，他也开一家公司了，他有三个员工，他收入现在大概十几万。他说，我看你去美乐家的生活到现在，当初我们路就走不一样。然后呢，他现在收入也不错，也开了公司，也结了婚，有小孩，也有房贷。那我也那时候先结婚了，然后也有小孩，也有自己的房子，就现在生活，到底差别在哪里？他就把资料证件拿出来，我说干嘛？我要加入美乐家，吓我一跳。我说干嘛？他说你都不用跟我讲美乐家，不用讲哦，干嘛不用讲？你也要知道会员权益啊，不用。为什么不用？他从打从心里，他那句话是什么？有点悲哀哦，他满头白发，未来知名老师会认识他，他要经营。他说，我现在开始不能停止工作了。我知道你休息很久了，那美乐家差别在哪里？有持续收入，我一定跟他讲过，他听不下去而已。他说，从这一刻起，我有三个员工要养，我有老婆，有小孩，有车贷，有房贷，我不能休息。我的广告，我的室内设计，有时候钱会被卡住，我还要去周转。有时候万一哪里打个墙壁，人家哪里打坏了，是不是最近大值的，对不对？要赔钱，还是做错了也要改，也要成本，还是员工留职等等。他说他现在开始不能休息，他终于体会那句话了：选择比努力重要，一样都要做。那我其实美乐家真正认真就前面三年了，所以老师很厉害。美乐家成功关键就是三年有成。那三年有成的关键是什么？第一年你有没有下定决心取下承诺？你那个曲线一冲上去，你能动吗？动没力？为什么？你的伙伴也要，我要跟着你冲的，你就是后面会延续的更棒。好，那回到我朋友这个故事。他拿资料给我，真的吓一跳。他说他要加入，然后加入，那是有差别，消费界的人，当然有这个 SV 嘛，啊不，那是有差。我那时候要把气魄拿出来哦，我是有差别的，消费界的人嘛，你在跟我说什么？都是同学那么久，约你出来喝咖啡，不是要跟你谈美乐家，对不对？最好的复仇就成功给他看。那你没抓起来，有没有？但是资料赶快拍一拍，对不对？要不然他会被牵走。好，然后选择比努力重要之外呢，他谈到一个点，我就感受到美乐家真的我们选对了。他说他看我们的生活就是努力完之后可以拥有时间陪伴家人，他都没有，所以他看到美乐家是什么？看到你的样子。所以你现在的样子绝对会影响之前你朋友不加入的人或还不相信你的人，你就成功给他看，有一天你就会等到他。所以我的朋友就是因为这样子而来，然后也证实了魏老师谈的那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就是说他的学历比我高，他之后读到硕士毕业，他证照比我多，他又考了一些设计师什么的，他也比我努力，但为什么生活没有我们好？因为我们有美乐家这个平台。那恭喜在座的各位，你们已经选对了平台，不要再离开了。我知道有人会偷偷不小心跟着又丢了，记得赶快回来。为什么？外面没有那么好的平台的，要相信我。如果有这四个一开始我讲的，没有风险，可以赚得到，要确定的哦。美乐家是确定赚得到，又可以赚得大，又可以领很久的，有这个机会，麻烦也可以告诉我，跟我推荐人。听说我们两个都很爱赚钱，如果这个机会，我们当然可以去啊。但是就找不到啊，那美乐家就有了、啊，你还要去外面找。等你找到了，也老了，对不对？好，那最后，美乐家一劳永逸是真的。是真的，你要好好辛苦，但一定要老啊！晚上十点半这样聚会要参加，好不好？要辛苦工作，但是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生活。好，因为美乐家值得做，有持续收入，成功之后可以自己安排行程，去助人，帮助跟你一样十几年前跟我一样刚加入的朋友，他想要过不一样的生活，想要
让家人、让小孩过更好生活，你可以去帮他，你时间是很自由的。然后呢，你用的产品是什么？健康、安全、有效、经济的、环保的，你顺手就要做环保，所以你可以让环境更富足，财务富足，时间富足，最后自己身体会更健康，健康的富足。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去庙里去求的事情就是这些，不是需要的健康，啊，不然啥？大部分就这样嘛，要不然就是爱情嘛，对不对？每人家都有啊，真的，你有钱，爱情就来了；你有钱就变健康，不烦恼了，对不对？好，最后一个，别人遇到疫情，我们就免疫力的，我们有两个免疫力，身体会有免疫力，因为长期用免疫的产品。第二个免疫力，安身立命在哪里？因为我们不用烦恼失业问题，我们有持续性收入，所以免疫家值得你做。只要成功了，一辈子可以不缺钱。好，今天以上是我分享，希望可以让大家更了解、更懂免疫家。谢谢。谢谢俊豪老师，俊豪老师，请。